他一会儿刀二会比杰斯快，就推线。哎，又躲了一个 Q， 这边要反打吗？紫帅这边触发一个强攻，克的这边也是丝毫不虚，对吧？嗯、一勾没有勾中，锤石再一勾勾到了，这波再刷掉两个人。但金克斯二级还没学技呢，这波本来是个沟通的问题吧？嗯，一上来朝住被动，哎，而且这波还有 Rookie。这嘉伟直呼内行，上一局就是这样的。哎哎，要杀了！紫帅平的出门，扫描先抬个眼，抢个二枪。哎，克的这波还要打，但这波的话，真护者打出来之后，紫帅也哎，呜，中路穿到了，嘲讽刀的闪现过来要硬杀了这波葵。哇，葵应该是没了，这波交完疾炮也跑不掉。嗯，而且这波克的也很尴尬。磕的有闪的，磕的要被逼的出经验区，我感觉这波要早点交闪了，否则要死。啊、还行。从 Rookie 这边嘲讽没出手，对，感觉老玩家下一波节奏就看这个卡牌。哎呦，狼头先开起来，勋这边先打一个魔爪蛙升六，靠的这边有一个闪现，直接嘲讽，满朝接翼、哎、打断苍穹之月。这把打就知道了，主要他不回家的这个人，他就不回家，他又来了，贴脸被锤开，加量给大，闪现过来圣枪洗礼，洗死了，洗死了，这回是可能快到六了，说实话。哎，这波打起来，杰森就在附近，哎，隔墙还是被大到了，但是中单要死了，大的不错，点到，已经飘出来了，是被围的，卡牌飞了，治一治他，这波想杀。有机会，有机会，减速到了，应该是有了，650块，大仇当报这一波。这波其实老玩家人也挺多的呀，能不能反打？黄牌定一下，回过来，先逼出一个闪现。喂，漂亮！这个火箭射得准啊！是底下有一发超究极死人飞弹，直接收掉了勋的人头，还好奥拉夫也来了，金克斯也来了，老玩家人也很多，到底是谁蹲谁？这波过来紫帅有 TP 的，紫帅这边直接交贴，卡牌给大招，卡牌飞的位置比较保守，说实话还是卖的太深了，直接被秒了，卖的有点太深了。哎呦，圣枪洗礼扫一套，直接是起风秘籍换的治疗。哎，想杀卢卡斯，直接闪现过来甩，但是加疗有个大招，过来击飞两个人。哇，这波爆炸了，牌去了，直接被秒。卢仙直接顺势砍下一个 triple kill， 惩戒蓝 buff， 惩戒红 buff， 赶紧。跑快一点，石头人都不想吃。哦呦，泳装冻住了，感觉他没想到泳装伤害差一点，有一个灯笼。然后加疗也比较尴尬，一个比较高兴的这个程度上，哎，用一个高涨的士气，哎，迎接输赢。所以这就是老干爹先给 IG 充电，再给 RG 充电。但是老干爹人家也说了呀，我不染无名啊，哎。那只能说你没有被我斩，只能说你的问题。你这赛季排名有点靠后了啊、嗯！哇 ，W 闪 A 勾、哦，被勾到，但是没有伤害了。哎，真舒服，一枪一个，最后一下，最后一个一枪一个被，找紫帅不带、哎、狂风一加狂风之力，哎、有机会有机会，丢不到呀，哎、死了，气死了，用你哇，直接无人能挡。一波，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是不是想说一波了？我看你说没，我想说会不会再撞一次？勾墙，大胆连头鸽子飞了，走位扭一下斧子 ，Rookie 直接给大，这位是 Wick 还没死就闪，哦、这闪现过得太死了，这边 Wick 还是倒地 ，Rookie 感觉也要被秒，但现在正面没有等晒，等于没有经济领先。来了，泳双想留人没留住，黄牌一勾勾到了，维鲁斯大大的不错，蔓延到了很多人，圣枪洗礼洗了个满的，德善在后面跟威克组成双射手，基克斯大招炸开伤害还可以，但是德善这边还没有死，奎莫也飞起来了，这波奎莫有机会吗？再顶威克，威克也被点掉，闪现过来 A 下去，这德善都是残血，一张红牌，哎呀，一个 Q 你的飞差了，又顶了，一千块，但是。这个一千块，哎，这个粘炮了吗？这个一千块，这波怎么杀的呀？看一下，杰斯这一炮也挺关键的，
其实这一波老房间的这个 C 位在后排打了蛮多输出的，很有机会，金克斯也飞起来了，一炮两炮三炮带走，交一个闪，这个红牌有点吃力，再 A 一下，再 A 一下，哦呀，这距离的最后一个门牙血量也不多，都有英雄过来捡永生黄，这边直接圣枪洗礼洗一波，克的这边逼出一个秒表，克的直接被融了，德山继续往前滑，打 Unibo， 奥拉夫开大招反身打一下，炸疗直接给一个大招，锤石被击飞，锤石也被秒掉，梅鲁斯这边拿了个人头，大战的话 Triple Q 没有续起来，一技能再往前滑，德山 Unibo 跟 Krema 两个 C 位背靠泉水，大翔守不住了，守不住了，兵也来了，哎呦，临推掉之前，德山还带走了 Krema， 现在我们恭喜 IT 今天。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Wink 选手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我是 IG 的 AD Wink。好的，欢迎 Wink。今天好像感觉整个队伍的氛围都非常的快乐，尤其在镜头当中啊，大家都在笑，为什么今天心情都这么的好呢？就今天是常规赛最后一把了，大家打得开心一点吧。确实打得非常开心，第二把也打得很尽兴哦。所以可以看到，今天第一局也是再度回到了赛场，而且拿下了 MVP 嘛。所以今天对自己的表现还满意吗？怎么评价呢？还行吧，就一般吧。就一般般吗？可是很多人都会觉得你其实在今天表现当中可能比之前打得更加的勇敢了，是为什么呢？啊，想了一想，思考了一下，有吗？可能也不是吧，就是平常这样，感觉还好吧。感觉也很好。那其实可以看到你今天也是拿到了维鲁斯，打了两局游戏嘛。其实可能维鲁斯在这个比赛当中出现的并不是非常的多，但是对于你们队伍来说可能出现的比较多一些，所以说为什么你们的队伍会那么的钟爱可能攻速流的维鲁斯更多一些，他强势点会在哪里呢？就感觉挺好玩的，就选了。非常的好玩就选了，可能玩的也非常的有意思，同时搭配这个辅助也非常的强势。那第一局可以看到，就是你们有一波 rush 大龙，会有一点点的小着急。当时为什么会这么急的去打大龙？可能让老干爹有一个机会可以稍微的翻过来一些经济的优势呢。当时想的是早点下班吧，然后就直接打。所以是想要着急下班，但是后来那一波火龙团一波三折。其实说实话，你们当时是怎么沟通的？有没有看到中单的两个人在火龙的那个前面，可能他们是在做什么呢？队伍的沟通是什么呢？就当时打完龙团就剩两边中单的时候都是没血，然后老宋身上有个红 buff， 就让他在那回点血吧，然后他自己就在那跳舞了。所以说当时也是计谋在胸的，希望可以回到一些血量。那可以看到第二局你们是再一次拿出了上单卢锡安这样的英雄，而且也是下一个本赛季第一次使用的嘛，所以想问一问为什么会在今天这一局拿出来，而且想问一问，如果说看到下一个拿到上单卢锡安的时候，你们的队友心里是不是其实更加的自信，觉得这一局差不多有了呢？你就下一个选卢锡安，感觉这把有了，觉得非常的自信啊。而且可以看到帅哥在上路也有单杀的镜头，但是第二局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细节，就是你当时在打红 buff， 但是好像帅哥过来他有跟你说什么吗？你为什么把红 buff 就这么自然的让给他了？就他走过来也不说话，就站在我的红 buff 那按了个 S 看着我的红 buff，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就要不你给你吃吧，你那么看。所以你也没问他，就直接非常的自觉把红 buff 送给了帅哥，这应该也许就是 AD 的地位吧。好，那我们接下来想问问，因为其实这一个赛季到现在已经是赛季的末期了嘛，而且马上进入到季后赛，所以说季后赛也是 BO5 的一个赛程，所以你觉得队伍还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和提高，可以更好的去迎战季后赛的这一些强敌们呢？就队伍训练量多一点吧，然后就打得警惕一点吧。打得更加警惕，更加的勤奋的去训练。那同时这一个赛季过去了，你觉得可能你个人成长和进步最多都会是什么？还要思考一下，也许进步的这个不太好意思自己说。我感觉各方面都进步挺大的。觉得各方面进步都非常的大。那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未来的道路上，队伍的团队磨合以及个人的操作也可以有一个更大的提升的空间。也再一次感谢 Wink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的赛后采访到此就先告一段落了。